持续的缠斗中五夺，能否把落后控制在一分呢？对，如果控制在一分的话，其实下半局还是有一些很大的机会了，毕竟是从地方开始哈。拉回来三垒手刘继宏接到了，他要来抓陈诚威啊，要制造夹杀，哇哇，结果毛中有错，而且现在有刚才有一个妨碍跑垒的出现，对，第一时间应该直接传一垒，我也这样子想哦，哇，状况连连啊，哇，结果刘继宏刚才没有选择传一垒，而是想要夹杀快腿陈诚威，哇，所以这个时候五夺就得换掉了。而且你去夹杀这个脚程快的是，这是很有压力的。那加上陈诚威在整个绕垒过程中有被守备员给阻碍到，对。哇，今天龙队真的，当然九局下半是还有机会，可是不能放弃，还不能放弃啊，真的，还是要稳定下来。